我为什么说这里做直播的好事情呢？我们连麦克风都不用这里，没有你啊？没问题啊。你没有，你没有凸显出来啊？没有，对。OK， 好，这是我的一个兄弟啊，这新认识的。来，我们现在来讨论百家乐或者讨论拉斯维加斯，好吧？我们的主题就是两个，拉斯维加斯或者是那个。 拉斯维加斯的赌徒和那个百家乐的傻逼，职业玩家。你说职业玩家，我说是傻逼。啊，没事啊，你不用管他们，我们在聊我们两人的。忠实粉丝哦。不是，他们是能接到通知，很多人没接到通知。哦，是这样。啊。刚才我们聊哪里啊？我们刚才聊短路。短路聊完了，就是。 开牌的时候，第一个哦，开牌第一个是和的问题，对，好不好玩，可以不可以玩？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这么说啊，就是说，开牌出和，你有没有纸啊？我去拿纸。你现在的问题是，第一手开和，对，第一手开和的话，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？你认为这个和对后局？ 七十几局都会，七十几局都有影响。大部分的话，第一手是出和的话，这副秀的话都是超难打的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在拉斯维加斯就是这样子，不管大多场小多场都是这样子。啊，因为通常第一手出和的话是打那个嘛，三剪刀嘛，太庄和，太庄显或太闲庄。 很多人的话都是这样认为的。你觉得话这个有道理吗？我认为没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和呢，它出现在第一手是可能是因为切牌的原因，或者说它是一个纯粹一个随机的一个，就是他就算他是做牌的话啊，就是他那个做那个。 排列了那个组合的话，他在第一手的和也只不过是一个随机性的一个偶然性的。那么后续庄闲跟这个和决定不了后面的东西啊。是。所以说他为什么说这一局很难打呢？是。那这一局很难打的话，我不知道你想说是，比如说你喜欢打单跳，你喜欢打那个。 啪啪连，你喜欢打其他的什么？出的比较少，或者说不出来，或者说比较乱，你是想表达这个还是什么意思？总的来说，如果是第一手牌是出和的话，后面的那个秀是一点规律都没的。规律啊，就是你说啪啪连、单跳，所以说嘛，两方一听，所以说嘛，几乎没有规律。所以说你的目的是想打规律牌嘛？对。 那么你认为这个规律牌是因为第一手出和，对，把后面的整个牌型都破了，在拉斯维加斯啊，在这边呢，啊。那么你有这个吗？你有做统计吗？还是说全凭你的印象？不是，就是每次玩的时候，如果是第一手是出和的话，几乎是很难的，啊，真的很难的。看不到脸，放心。 OK， 和这个问题呢，我个人认为呢，我认为这个和呢对后续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，是吧？甚至还有什么呢？一个和两个和开局，对，连续一个两个和，最多开过五个和，我见过。我这我就没见过。五个，连续开下来五个，一开牌五个和。OK。 你认为那个拉斯维加斯的话呢，哪个赌场对你来讲，相对来说你比较好打？我们剔除它的所有的优惠的那个方面，很难说，真的很难说，很难说。对着我，你放心，不对着你。 很难说。对，很难说。你在维加斯玩了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玩了很多年。然后。二十几年了。二十几年了。哇，你感觉对你来说比较感觉
好的或者是不好的，你愿意提名字的，你愿意提名字的是哪一家？好的或者是不好的？哦，哎，现在的话都不好，真都不好。以前呢？以前觉得哪家好？以前很多啊，永利啊，美利勋啊，美利勋啊，凯撒啊，对啊，都还可以，都可以。他们可以的原因是，只是因为让你赢钱了。就是因为当年的话都熟悉牌嘛。哦，哎，我想问你啊，熟悉牌嘛，自从的话，机器洗牌以后的话就超难赢了。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了，你发现拉斯维加斯是从哪一年开始？哦，熟悉，逐渐开始是那个机洗了。应该是那个电脑出来以后，就是那个这电脑是从澳门过来的吗？不，那你直接跟我说哪一年开始？我想他们开始机洗牌啊，应该有十年了。十年了？那十年。十年，2013年。差不多。差不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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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。澳门也是，澳门也是差不多。但是十年之前的话，但是2013年、2014年、2015年，你估计也没什么感觉。即使他机洗，你也没有反应过来。那个时候我在澳门时间多。哦。对，啊，那个时候在澳门时间多。哦。2012、2013、2014，对，2015年以后的话，就是澳门，因为来这边玩多。那个2012、2013、2014在澳门时间比较多。嗯，啊，嗯，那你感觉澳门和这个拉斯维加斯这边的，这给你的那个直观的比较的那种感受，他们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啊，在哪里？那澳门好玩的，澳门的话赢率比较大。这个是不行，因为桌子少嘛。对，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。啊，对啊，是啊。是不是因为澳门的赌桌多，所以说你觉得在澳门呢，打起来呢，比较选择面比较大，或者说啊是啊，然后也确确实实让你在澳门更容易赢钱。对。那么美国这边呢，是因为赌台太少。对，桌子太少，就每一我们讲单一个赌场来讲啊，它有时间段呢，它就是12点钟多开一桌两桌，哦，早上去玩的话，因为它地量没有这么多嘛，它人工贵，所以说，所以说它要签约去，人工的话，去赌场它也想多赚钱，关键是没有这么多人玩，早上你7、8点钟、8、9点钟。没人玩，12点钟左右也没人玩。对，高峰是晚上，因为白天你要上班嘛。但澳门不一样嘛，澳门是24小时一定恭候你啊，恭候你啊。有时候啊，凌晨的时候人更多，对不对？凌晨的时候人更多。对啊，你早上2、3点钟的时候人更多。那个时候当然了，就是很多人夜猫子的。那美国你看看。晚上2点钟、3点钟凌晨的时候，几乎人就很少。那个 Rio 是属于凯撒的吧？好像卖掉了。他属于凯撒的，因为我拿他那个会员卡。是，但是他那个他妈的，他有多搞笑？哎，他老板卖掉了。我跟你讲，他那个赌场有多搞笑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到晚上2点半、3点还是4点，我现在忘了，他关门，就那个赌台全部关掉 ，close， 然后呢？到第二天中午的12点钟，你还等他清扫那个台桌干嘛？也就是他中间要停8个小时，对，4点到12点嘛，要停8个小时，然后才开始营业，就百家乐啊，他开始营业。我当时觉得好搞笑哦，我说他妈的赌场还有他妈的中间休息8个小时的，我他妈的，这只有他妈在拉斯维加斯啊，在美国我才遇到这种情况。你说我们在澳门、新加坡、菲律宾，都没遇到过这种事情。是的，是的，是这样子的。
那我想问你一下啊，我现在就把你叫 Michael 啊，叫 Michael。你认为就是说，在作为一个职业赌客的话，在拉斯维加斯赢钱容不容易？做个职业赌客，就是说我什么事都不做，我就靠这个来赢钱的，我就靠这个来赚钱的，应该靠这个来生活的，应该可以，还是可以。我有很多朋友每天都是这样的，天天去赌场上班。至少两场三场，很多，啊，很多是多少？十个以上还是十个以内？至少十个有，至少十个有。我身边的朋友就有，啊，他们坚持了多少年？就是靠百家乐吃饭，他们坚持了多少年？很多年了，先是风风雨雨，后面的话，现在打小，然后的话。每天就去打个一场两场甚至三场四场不管啊，不管，就说一天他说哎，我今天精力 OK， 那么我就多玩两场，每场赢个至少200咯300咯就走了，那很棒啊，是确实300的话，他妈一个月就等于说不要说每天啊，就是他应该不是每天去吧，每天去啊，哎，每天去，礼拜六礼拜天也去，没有休息没有休息，风雨无阻，真的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些职业玩家确实厉害，意志力很佩服，他能做到，因为过去多少年的经验嘛，造成了今天。嗯，我一直在琢磨一条能赢钱的路。他说我过去带10000去，他妈的赢他1000都赢不到。嗯，呀，不止1000了，赢下300500都赢不到。嗯，带10000呢？噼里啪啦全干进去了，哎，现在我就带他2000，甚至于1000，我就跟他打几手，慢慢磨，好了就走，再换一家休息休息，再去另外一家，就赢个200，哪怕我不好赢个100，哪怕赢到50块我也走。哎，那很厉害，那非常厉害了。确实我说的厉害是他能赢一百走，能赢50走。我看见的话，有一个朋友赢了50就走。打个比方，就是说这边他是拿一个闲价，拿个啊闲价是3点，他是庄家，有闲价骨牌也是1点，对吧？嗯，都是一个是庄家是2点嘛，二跟公，闲价是1点跟0点，那闲价现在捞牌喽，嗯，那还是公。那你这种情况，你应该是应该赢钱的，对吧？嗯，你补工也赢了，嗯，就能补个8点。说实话，哎，13张牌只有这一张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立马换筹码，不玩了。啊，那一天那个秀还不错哦。嗯，哎，我说你不玩了。嗯，我这个秀还可以，他说不能玩了，说再玩了要死人了。嗯，哎，他说我就去另外一家。嗯。有这种牌被拉出来，那他们这种职业赌客，嗯，他们一般是走几家赌场呢？就是在拉斯维加斯的话，没有，我说像他这种，我想至少可以走个3家4家的，对呀，啊，是，就是说他基本上就固定这3家4家，他到处跑，我问过他，他说到处跑，嗯，不管大赌场小赌场都去，啊，然后。当因为有一些赌场的话，他筹他那个限额会比较高一点，minimum 就100嘛，嗯，啊，就100嘛，100的话，他带1000的话，他不手手打，就打个几手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走了，啊，哪怕的话，他到那叫大赌场啊，就是100的注码的话哈，就打2手啊，我说一口，我再打1手，再没我就走了。啊，这种的话真的是很厉害，真的是很佩服啊！当然很佩服啊！啊我真的，你这么说我都很佩服啊！你想想，他能赢这么不是赢多少，他能输这个，或者说能看到一个不对的信号，他能跑掉，我靠，这他妈的这是狐狸啊！这是真是狐狸啊！是的，嗯，是的，很厉害的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赌场是巨人嘛，
对吧？嗯，对玩家、对赌客来讲的话，都是小小的蚂蚁嘛，对吧？你要跟巨人去搏斗的话，你只能拿个慢慢的去切它。那不管怎么说，事实上你见到在这里的赌客，大多数市场还是输钱的。但是有输有赢吧。我们讲最终结果，我们就是以年来算或者以一个月来算的话，大多数还是输钱的嘛。没有，我碰到两个朋友的话，他们玩了很多年，是总账是赢钱的，真的赢钱的。嗯，多少年？你说多少时间？我想他们都应该至少玩了十几年吧，至少十年，十年还不止。你如果说十年下来能赢钱的话啊，按照澳门的那个赌场的那个。我其实没数据啊，就是以我评测来讲的话，它绝对不会超过1%的。是啊，十年下来啊，是啊，它不会超过1%的。但是呢，我见过，也不说见过，我认识在赌场赢钱的，而且在百家乐上面赢钱的，赢大钱的，我也见过。赢的是上千万、上亿的。那他们，我觉得他们的那资金雄厚嘛。他本身资金雄厚。那资金雄厚不用讲了。不，但是他们并不是长期打的。我那天不是跟你讲吗？他们就是可能是一个月就只去赌一次两次。一个月只去赌一次两次而已。对。但是在澳门的时候，我碰到很多香港人，有些朋友做生意的，他们过去也是的。每次去的话。就带100万，又 Kena Marco 就带100万，对不对？只打三手牌，嗯，只打三手，啊，那厉害，啊，就打三手，就是多少年下来赢很多钱，但是那个他做得到啊，你不管你输你赢你要走，那很多人输就输在你不走嘛。对吧？赢也不走，输也不走，那就麻烦了。啊，啊，我曾经有一个澳门的一个赌厅老板，他跟我说，嗯，哦，他们有遇到过一个老头，我们俩现在也是老头了啊，他遇到过一个老头，嗯，那个老头呢，他说呢很厉害，一削牌打一手。只打一手，最多两手，如果输不玩了，是，然后呢赢他继续打，是，会打三削，然后呢每一手绝对不会低于50万，港币啊，他说这个老头真他妈牛逼厉害，是有，一定有，一定有这种人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有问题在这里。这72局牌，当然他打的时候一定不是72局的最后一手嘛，所以说不是72局嘛。对。他说你选了哪一手打了个50万下手。那这种的话，他肯定不是看路的。嗯，对对。我认为我也认为是这样。不是看路的。所以说他到底看什么？我们现在瞎鸡巴聊啊，下次。嗯。看牌型。牌型。就是，有人喜欢打啪啪脸，喜欢打。打单跳，对吧？嗯。打那个两房一厅或三房一厅，嗯，对吧？嗯。还有的话就是打那个就是长的，嗯，就是至少5个6个的。可是他只打一手啊。一手多他就等了，嗯。如果是牌前之前有发生过的，后面再发生他就追，就追那一口两口，结束了。很多人这样打就等了。啊，我整个一削牌，他只等这一手打，诶，打完了以后换削，因为至少他有4手到5手的，他的把握概率是很大的，很高的。OK， 那么说4手5手里面，他到底打几手啊？他只打一手哎，打一手他中的话就孖宝嘛，上去了。他不孖宝，他打一手结束了。啊，那他那打一手结束了，我刚才跟你讲的是，一削牌只打一手就结束了。所以我现在讨论是这个，他只打一手啊，一手绝对不会低于50万，哎，就是打这一手，就是，然后他又跟我说，这个，我们最怕他，
那就很简单哦，那他就是玩概率的嘛，五十五十嘛。哎，百家的任何一手牌都是五十五十嘛，哪怕你出了二十七个长庄的话，你第二十八手还是五十五十，嗯，对吧？你不可能说哦，第二十八手还是庄旺，错，还是五十五十，嗯，对吧？啊，他赌那个一口的话，那之前有发生过，都是有连的，啪啪连的，那么我这会就赌你连，那么我输了也认了。对不对？那这种的话，打一手的话，那概率是很高的。你敢吗？这么打？我有的话，我又问你嘛，你现在也是职业赌徒嘛？那么你现在敢不敢？比如说啊，你现在拿十万美金在拉斯维加斯嘛？打一万？对，我不要说打五一万，我就说打五千。你敢吗？这么着，就说一些牌，让你无限的飞。然后呢？再打一手，只是打一手，输赢你就这一手，一定敢，你敢啊？肯定敢。那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案呢？我们闲聊，我们纯属闲聊。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喜欢玩嘛。哦。那老人家不一样嘛，我只打一手我就结束了，对吧？毕竟我们还年轻嘛，还要多玩玩嘛，嗯，是。那有些人他玩了三十年了四十年了，我的意思就是说从赢钱的角度来讲，其实打一手的概率其实我是觉得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在拉斯维加斯大部分的赌场不会让你无限费吧？大部分赌场啊，会有一些赌场让你只要一百个注码的台都会让你无限费哦，100，没有道理他封顶的，哎，不行啊，你二十手啊，三十手啊，只要你坐上一百的台都 OK 的，我们大赌场小赌场都无限的。Okay. 那你低于五十啊，低于一百五十，那就肯定它有限制。OK， 只要你坐上一百的都 OK， 都会让你输，对不对？一百他妈的，这在澳门也是都无限飞，无限飞嘛，对吧？对。但是澳门有个特点，没有人喜欢飞牌的。怎么会？他们都是把把打。我在澳门看见的这些，不是 VIP 啊，就是中场那种的，大厅里面的。嗯。这些人啊，玩家都是在把把赌的，把把赌。我说我完全可以飞，不飞，这时候一定要打。有人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认为的话？他要打，那你不说，那你我不打了，你打，打完了这个人他也不服，他也要打，都打。有些人不想打的嘛，跟上去也打，看太多了。澳门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有飞牌为什么不飞牌？我喜欢飞打喽。对啊，他有自由对他来讲不重要啊。VIP 有些职业玩家他们会飞，但是中场的。大厅里面的话不会。那我问你，你是更喜欢澳门还是更喜欢拉斯维加斯？那肯定澳门的，讲都不用讲了，澳门。对，不是给澳门做广告的，对，那当然了。机会多。嗯。那么在美国，那个东部、西部，你对这些赌场的这个评价怎么样？都差不多了，我觉得是差不多了。美国赌场嘛，都是这个样子，都差不多了。大西洋我也去过，对不对？可是前几天你跟我说过一句话啊，你说在加州的赌场你不赌，啊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差不多嘞？你说你在加州你在加州你不赌啊？有人住加州嘛？人住加州的话，你住加州啊，你都不赌啊？住加州的。你住加州，你还跑到拉斯维加斯来赌，为什么？我就问你这个问题。因为赌场多嘛，加州赌场少。加州赌场不少哎，绝对不少。还是少。赌台更不少。严格的讲，加州所有的百家的赌台加起来一定比拉斯维加斯还多。加州的赌法是业大部分在印第安人，他的规则跟 Vegas 是不一样的，还是有差别的。怎么说啊？很多是打庄公司在做的嘛。
打仗公司跟那个你这点说错了，那个打庄公司和那个印第安人的赌场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那你讲打庄公司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你别看我来美国时间不久啊，这方面我还特别了解。在市中心的多，不管在市中心还是在湾区哪个哪个镇哪个什么，他们承包的嘛？不是。如果在印第安，这方面你可能还真是，这是我比你更了解。加州 local 的话。很少去玩，几乎都没玩过。是这样的。拉斯维加啊，不，加州的所有的那些打庄公司啊，参与的那个赌场啊，也他们号称 casino， 事实上不是 casino， 是 club， 它是 club 改建的。这我不知道。我先告诉你，这是我旧金山的一个大哥，他说一个银行的一个总裁告诉我的，就说什么呢？原本呢，那个旧金山有很多 club， 我操，我没写错吧？嗯 ，club 是干什么的呢？就是你们来赌，我是做中间的一个平台的，对吧？后面呢？他们让他们去赌百家乐，怎么去赌呢？那百家乐不是一对一的赌，就是这个赌台和客人赌嘛。嗯、他们后来就是把它玩成什么样的？说哎，我叫个打庄公司来，我是赌场，这里是客人，他们赌，我只是发牌。所以说什么580啊，什么那个洛杉矶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。什么 ，Hollywood 的卡马斯和那个 Hollywood Park， 那些，那我告诉你啊，他们前头是 club。他从一来的，他们全都是 club。然后呢，说有一个打庄公司啊，你们客人来赌，都是这个机制，全都是这个机制，你知道吗？但是。嗯，我一直里面鬼大了，我他妈的，我现在在这里，我公开说，不要相信这些赌场，那些赌场去了咋去玩？是的，哎，直播呢？我们现在直播，